陈立农进行你的歌曲选择，有请。你同样可以悄悄地告诉我你会选什么歌，我不会跟他们说的，来吧。是啊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他说他的是是。哇，是不可以有八个人？开个玩笑吗？60个，一起。啊、我问一下正题，那你最不想碰到的人是？最不想碰到的人，我不想我们公司自己自相残杀。对，也还是可以悄悄告诉我你想选什么歌单。这个真 ship。好，请去做这个选择。我说他要选 ship， 你们是不是都不会信啊？信啊！他想选 ship。这是为什么？就是我脖子有点，对，脖子有点酸，然后你的脖子需要多运动。Jeffrey， 你刚刚说你想选 dance。哎，其实我真的有考虑。好。哎，这么说，跳 shake 组还进来挺多人的。哇。耶。张飞的歌好不好？好。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